进来，我嫂嫂进来。坐这儿，我正跟你表白呢。哎，记住我现在对你客气啊，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啊。我跟他，我来找他的。你找他，他是谁？你找他呀？我媳妇儿啊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少说这两个字啊。你有对象啊？就你这人就不行。哎，你讲是咋回事？来，我听听。先坐那。我听听。我先跟你讲，这个人从刚开始认识就在门口爆红牛，本身他这个人品就不行。然后我跟他出去，好出去吃饭，吃烤肉行，不吃吃旁边小火锅，好吃小火锅也行，不让我点肉，自个儿在那吃肉。这我就忍。出去玩，去博物馆，好，我付钱。哥们儿啊，你没钱你还要泡我妹妹啊？啊，大舅哥，我砸开！大哥，你听我说一句，我就说一句，好不好？这个钱不是说我坑你，咱俩前期见面了，这不得互相 AA 吗？这不是吧？就是我现在不以他哥的身份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出去泡妹妹，那分比不划呀？啊？他抢着花钱。好，我有钱，我冤大头，我抢着跟你花钱，是吧？那你不也挺开心吗？我抢着跟你花钱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不喜欢我走了。谁喜欢你？那我白追你这么长时间了。哎，不是的，我只认识你。那个四眼田鸡呢？把我妹妹拖树林的小子呢？啊？那谁呀？他在哪儿？那是我兄弟，我就是说网恋了，那不得让我兄弟帮我看一眼对面是不是恐龙吗？行，骗人是吧？等，哎，再等一下，你多大了？零一呢？哎，这么大岁还能整网恋呢？小屁孩！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被你气死。我也得看看你这人行不行，靠不靠谱？我家也看看行不行啊？你明显不行啊！刨去那么多不说啊。就你这水平，你还想跟我家攀高枝呢？还想什么找我妹妹呢？你有点把自己看。坐下。聊多久了？半年了。咱就说聊半年，那个跟谁聊的都不知道。性格不一样，看不出来，感受不到。你还说你口口声声喜欢，混你爹了？我有点没明白。我跟你聊了，大哥，我，你跟谁聊不知道啊？有脑子吗？我不一直跟你聊的吗？你跟我聊，你看我像吗？把你准备好了，来，让你死明白的，啊！